咁你音乐好啊，你识唔识写啊？咁多人唱《眼不识》好听，好。咁就冇辦法啦，點都要扣少少分。咁就榮B啦，男仔，我覺得阿 Derek 喎。好。Derek 大個仔啊。係啊。佢以前細細個嘅時候係舞王嚟噶。冇錯。仲有一個。點好呢？仲有一個喎，嗰對 Didi 好啊，咁就係嗰對啦，嗰對啦，組合 Didi 啊，咁就佢哋啦。但係名次又好難分啊，因為個個都唱得幾好。係啦，多謝你咩啊？其實係幫佢一個得獎者嚟㗎。呢個就係今次歌唱比賽，做咩歌唱比賽？冠軍先，買冠軍先，再贏冠軍先。冠軍，冠軍，係啦，榮B。恭喜啊！好啦，咁呢個派分三份係咪你話？係冠軍唔使分，咁就翻廣州啦。第一輪啦。怎樣相識的你們？立蘭中學有校規的，有啊，不准談戀愛。尷尬啊！
有啲嘢咁啊，好似。喺呢邊呢邊。好啦。